这个阿妹啊，实在是真可爱。这讲话吼，安尼大人气概，啊，甲金鸡啊讲话哦，袂输咧做米菜。这个金鸡啊，听拢无真正阿呆阿呆。嘿，啊是讲伊无爸无母，啊无是对倒来。咱即马来讲哦，这个阿勇啊，其实伊是蛇精来出世，但是伊前世人所有啥物伊拢袂记。也毋过即马青波夫人看到伊。才知影讲伊可怜哦，咧趁迄个卖肉钱，互人整一个，讲一文钱，实在是无啥事。这个青埔妇人想要甲饲，讲伊要甲拍五下，要互伊偌济钱都偌济钱，吼吼，阿勇是欢喜甲有影足欢喜，要拍。嘿，你真正唔知事，这若拍一个，我看你骨头拢酥去；，也若拍两个，你五脏六腑拢移位；，啊，若五下总拍，我看吼。吼、哦、吼！你真正是脆骨粉丝，嘿，还唔阁足奇怪。虽然无好伊钱，还唔阁要走，伊阁挑地头瓜来落一寡钱，伊在试探。还唔阁这个阿勇啊，甲跩钱拢总还伊，就表示伊就无贪小利。这种人就会生气，所以青埔夫人感觉真安慰。阮家善食，所以有鼎无米，有阿爸。无阿母，有阿母，无阿爸，是讲我虽然是我阿爸阿母生，也毋过因拢离开这个厝，拢无消无息，安尼就是无阿爸阿母啊。原来是孤儿啊，毋过你拄则讲阿公阿嬷共一个人，真哪有可能？我若是讲出来，有道理。你爱请我吃饭哦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阿公阿嬷同一个，是因为我阿公阿嬷拢去西天啦，生主牌同一个。听阿兄讲，夫人有一个囡仔之心，一定就是伊。这个查囡仔真巧，嘛甲人无同款，看起来真正有足特别的所在。行，咱来去吃饭。唔免煮啊，我吃桌顶的就好啊。不过，迄是拜青埔夫人的呢。你当作青埔夫人真正会吃哦？新民是乞修娘。好，你吃。我都有够枵的啦，这么多天都没人跟我拍，我一天买菜包了啦，这个没力。少年的，你在叫我？摸唔着，我在叫你。我唔知你啊，你叫怎啊？听讲你是互人拍在趁钱哦。系啊系啊。我心情无好，你互我拍好不？好啊好啊。来。你讲算笑，啊！看你的清早就是有钱人啊。我一看善食哦，足兴盛有钱人的呢。啊，你是有啥物谈好心情无好呀、啊？这你都唔知影，相公有钱人无烦恼。我为着要让阮某过好日子，做我打拼赚钱。谁知影我赚钱回来，我煞对人走啊，爸母嘛拢过身去啊。唉，原本的家哦嘛无像家。这有钱人是有钱人的烦恼，善食人有善食人的烦恼，你讲对无？听你讲起来哦，你就较衰啦。有冤去买汤哦，找我就对啦。来，稍等嘞，我问你，你给人拍一个是偌济钱？无偌济啊，一个哦，一仙钱尔。来，给，一仙钱。
那呢？你给我拍五个，我给你五两。五两？你是讲真讲假啊？当然是真的。你无骗我？你看我呢，敢像在骗你？无行，相信你。拍五个五两，五百个，我帮你拍来见。等下。我歹话讲正经，我若是无甲这五个拍好耍，也是我无气力拍耍，那呢，我一仙钱拢袂给你哦。啊，无要紧啦，唔对啊，我若是袂堪要你拍五个，我会当袂爱伤钱啊。啊，不过你若是无气力拍五个，你甲我袂爱我钱啊，对不？好，君子一言。也唔过我甲你讲哦，我是练武的人。伊即马后悔，还阁会赴哦。哎呀，你放心嘛，我来讲哦，我要去人提刀渡过，阁扑过呢，拢无代志，无代志，来，紧紧，我巴肚枵紧。好，你准备好了哦。人生无这么侪时间可以准备啊，紧啊，紧啊，紧啊！哎，会枵的，你咧创啊？谢你，来，哇！啊！头一个，奇怪，哪会比平常时较疼？你敢还阁会用哩？当然会用的。来，第二棍。好。有练武的，果然是无同款。你挡袂住啊，是无？这届你千万一定要瞧好哦。我出啥物啦？我哪样疼啊？少年的，你有要紧无？我看咱就到这为止。啥物到这为止？我差两棍，当五两嘞，袂用的。来，继续。好，既然你遐尼啊坚持，我就无客气呀。不是普通人啊！无要紧，我只要休困一下，跌倒好玩啊！我真是吐血哦，是我拄仔有啉枸杞茶呢。那呢，你要休困偌久？一下，一下就好啊。奇怪，我今日哪无都好玩啊？怪异，为着五娘改变，少年的，你唔好勉强哦。我想，我真强嘞，来继续。为着这五娘。你这么拼命，敢有价值？你是捌一个黑暗子啊！这是你有钱人哦，没了解啊！五娘呢？我生嘛就我爸爸，唔好讲伊这么侪钱啊！搁啊痛苦，我咪紧落去。你确定？拄只我迄四个，你应该知影我的功夫够大。我若是这第五个拍落去，你会无命哦。
查甫囝，讲话算话啦，五个就五个，来继续。好，那呢，我就得势啦。好啊，看你安尼哦，我去嘛消。对啦，人生在世吼，另外大家看较开个、较笑面的吼，来，给我新娘。我是安怎要给你新娘？嗯啊，你拄啊拍死的，就爱给我新娘啊。哦，啊，不过我拄则有讲过啊。爱拍五个才有五娘，即马拍无五个，当然你一仙子嘛摕无。你哪安尼啦？安尼我唔着你白拍的啊！少年嘞，这都要看你安怎想啊哦。我为着你的性命，无要拍你，是怜悯。做人讲话算话是信用，世间有真侪代志是一体两面。不是什么代志，拢会当用钱来解决的。凡事拢爱看你家己安怎想，较重要。那呢，你家当照的规矩，好细心就好啊。不过对来讲也无差。一句话，无可能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啦。好啦，你顺行。少年的。保重。是的啊，你捡到想怎要还我？你要提去用啊？你也无讲要我，我来当提。搁再讲，唔是我物件，我来当霸食。多谢你。免客气啦。啊对啦，啊既然你的气拢消啊，等于哦，就莫搁乌白想啊，啊快快乐乐过日子，听无？来去啊。阿兄，你淳朴善良的心要保持落去，希望你会当快快乐乐、无烦无恼的过日子。等待时机若到，我会为你开悟，成为悟之宝珠。好来，感谢你哦，再过来交关系。赶快咯，菜包。我要三粒肉包。你这个钱就干来当买一粒肉包尔啦。一粒肉包就袂饱。两粒菜包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包两包菜包给你啦。这是菜包。无唔对吼，这个哦就是迄个拍袂死的乞丐阿勇啊，伊真正有家己好玩的能力呢。对呢，伊哦就是咱要找人啊。
爸，你愿望就要完成啊！是我不好，明明知影总部栋伫咧搭，我煞因为惊讲内底有机关，唔敢入去。我动动一个恶魔的，煞变成一个小小的肿瘤啊！实在是有够见笑的。阿爸，你伫天顶等来看，我一定摕到总部栋内底宝物给你看。阿雅，敢讲你要利用阿勇，你要山洞内底？是啊，你去传一挂韭菜，我要让阿勇变成咱的人，替咱做代志。好。就好诶，要发财啊！我要发财啊！就安尼，有丰富的韭菜，会当啉，会当食。阿勇啊，无计较琵琶的代志，反倒当甲千里外红姑的伊兄弟伫咧相称，伫咧酒足饭饱，红姑的就带着阿勇啊甲美如来到三角点庄的总波洞。总波洞洞口被一块大石头挡掉的，这根本唔是虾米总波洞，而是单金板甲魔胎封印修行的山洞。阿勇，阿勇啊，足冷的呢，够冷的。这石头这么大了，我看哦，爱用火药来给伊放火开啦。姨啊，咱最近哦较欠的，欠一挂钱去买火药。哦，阿勇啊，啊到时成功了，你嘛有三分之一呢。那呢，火药的钱你是不是爱淡薄仔出一挂？我会泡饼找更加济人吼来搞整。哦，你去给人整，趁钱上万啊啦！啊，阿伯呢？你去找一个工课，安趁钱较紧啦。哦。阿勇啊，你这事啥哦？找无好工课啦。阿伯，我来替你找一事啥？好啊。找头路。唉，那头路敢有遮好找？歹势哦，借过去。我怕要找人呢。海顶面是写啥物啊？王大侪人的店要请人啊！你敢要去请？听讲经营是足辛苦呢。你这个乞食要食唔讨叹，敢有才调？红姑讲买火药真贵，啊，保重嘛送我一份呢，我嘛是爱做一只钓啊。一听到阿勇啊要去应征工课，红姑的真欢喜。伊讲去应征，袂当予人看出来是乞食。比如叫阿勇去溪仔边洗身躯，家己去外面想办法要找衫裤。讲是找，其实是偷。比如偷摕着衫裤倒转来了后，阿勇啊甲换起来，街头外面竟然整出了一位美男子。看到无？有够好看！我还敢讲来这里好啦。好看是好看啦，啊，不过伊是去找工课呢，穿这尔缘投，伊不是去杭州呢。你当作介简单哦？啊，不是啊，无人咧披衫，这衫哦是我为啉酒醉的人甲脱落来呢。哦，无怪哦，全酒味啊！好啦好啦，就安尼啦，就安尼啦。做好的油，紧下入去仓库内底下。是，小姐。
公主，你是来买油的是无？不是不是，我是来因的橄榄的工课啦。哎，是你哦！啊，迄天哦，真多谢你跟我斗三工呢。原来是你这个乞丐啊！啊，你哪会穿安尼啊？无好看。嗯，是好看啦。不过，阮这是要来应征头路的。啊，你穿甲安尼，敢是要来相亲的呢？咱这摆吼要去管的米吼，恁一包一包拢啊算好势，知影无？他们到时阵去的时吼，数量唔对。阿兄，你搁要送米做成熟啊？是无？是啦，这摆哦，蔡宝夫人送我做楼主，一定是要叫我加做寡善事。啊，人家讲，好心主人就有好报，我们两个切着夫人的好意。哎，是讲这位公主是啥？哦，伊是来应征工课的啦。啊，这位公主，看你的穿叉，应该不适合做工哦。王大仙，你我拜托你啦，我需要钱。我妈已经死啊啦，我母够悔啊，我袂当搁伊为着俺生活伫咧走走，我拜托你啦，拜托你啦，卖让我走哦。这个人这么友好，为着阿母遐尼打拼，也不过唔知是对来公主。无安尼好啊啦，金姐啊，你看一寡。较无遐粗重的工课，安排这个公主。嗯，这位公主，你叫什么名？阿勇。吉米啊，乱来啊！啊，人个名拢是白阿母号的，哪会当共起笑？是阿兄，吉吉知影唔对啊。阿勇，你跟我行。好。阿勇啊，这以后就是你的新工课，卖油。对啦，你敢袂晓算数？Hello。一斤麻油十仙钱，人客要买一斤是偌济钱？好啊啦，你若是敢呢算落去，人客就拢走了了啊，而且阁会了钱。一斤十六两。一两十仙钱，安尼加起来，唔是一百六十仙。哦，对啦，对啦。头家，我要买两两的土豆油。好，阿勇啊，你先去听某人客。好。倒一罐是土豆油啊？看那顶面有写啊。阿勇，你是不是唔捌字？新来的哦，是啦。你若不是哦，用片的啦，上芳的一罐就是啊啦。好，用片的哦。拢真芳啊！头家啊，你是不是吃着一个白痴啊？你才白痴！恁全家嘛是白痴，恁祖公十八代哦拢是白痴，恁家车到搁破破嘞。头家啊，你吃着这种心路哦。我买你啊啦！哎，阿勇，第一笔生意还袂做着，你就教人家去走啊！你真正足敖的呢。大小姐，歹势啦，歹势啦，请你去搞搞啦，歹势啦，歹势啦。好啦，过会付。阿勇，你对我来。就安尼，王金基真好心。甲阿勇啊，分别邮政甲算钱，出事就做乞食的阿勇啊，所食的物件拢是本来的，从来嘛唔知影讲土豆油、菜籽油或者是麻油，这次的教学总算予伊开了眼界。其中阿勇啊上介喜欢的麻油，嘛常常趁着王金基无注意偷羊来啉。阿勇啊，你哪会流鼻血啊？有要紧无？要紧，要紧。
袂要紧啊。我等来。哎、欸，阿勇，你等来啊？啊，你工课做了安那？真好啊。兄弟啊，你最近敢那愈来愈大块啊？啊，是不是油条那边食个袂歹？无啊。有哇、哦，你安尼食到规身躯肥出出，啊，你若搁转去做去食，敢有人会相信？啊，还是我跟你去油店做工课，非得即马钱嘛真歹讨客，我若跟你去做一个工课，嘛较实在啊。这嘛。头家王爸吼，干上的王金鸡、千金小姐拢对我足好，我跟你讲一声哦，应该无问题啊。不过鱼啊是当做啥？煮食无就变少啊。煮食？卖啦卖啦，到时阵哦，伊来做无好，会害着你呢。歹势，阿兄，你拄才食迄顿饭，就是我煮的，啊，你毋是嘛食到酥酥叫，人我。也是足幸福的。嘿妹，这间厝哦，你家拼到这样舒适，伊家做工活一定无问题啦。听到无啦？第二天，美如小花做一个打扮，看起来年轻又够水。王百福伫咧少年的时阵，车主就来过身，看到美如竟然有淡薄心动。无第二句话就答应留伊来做工课。人客好啊，这个油，多谢吼，顺家。安客，你的油好，真要你好，多多谢哦，顺行嘞哈。阿勇，你头迄一升钱、两升钱是伫咧创啥？要贵家细哩，咱哦眼光爱放较远诶，出手爱较凶诶，你知无？吼、哦，这个阿妹啊吼，不但会晓做东机，佫敢那会晓微博先知。伊知影这个阿勇啊，一直伫咧偷提钱，伊就来甲伊讲：你钱紧藏转去，你若唔藏转去，我就来去甲王爸吼讲这件代志。啊，是讲吼，若讲到我囝一家伙，啊，真正做伊的爸母嘛唔够衰。是讲我都唔知影，因老母要生伊是摆什么姿势，哪会生这个查某囝出这个后生？哎呦，智商有够低，一个是三八到春哦，一个是空到窗啊卖。没有哦。大家好，阿妹啊，吼，今麦愈来愈厉害呢，是青埔妇联别伊那先。喂喂喂，我是人客，你伫讲话。较尊重嘞，是，歹势哦，请问要买什么油？猪油。喂，囡仔，要买猪油去猪肉打买，阮家无啦。椰子油。无。冰冻油。无。芋仔油、番薯油，总算有啊吧？喂。你这个囡仔是来乱的哦！我洗目睭发目白，从来无听过什么芋仔油、番薯油。我跟你讲哦，你若无想要买，就莫来这乱，莫再妨碍阮做生意啦！走走走走走走走！等一下，我看你规身躯油洗洗。无我哪有？我拢看到啊！你是要乖乖啊好哇？啊，是要我去甲王爸好讲？
无啦，伊算唔对伊啊啦！你看，阿勇伊唔捌字，佫无知识，伊无识字的啦。是啊是啊，我无识字的啦。来啊，进来进。拜托你，慢搞，我老板讲的。一手拍开，钱放转去，一手关起来，一手放转去。咱做人唔通收小摊，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无应该是你的，你就袂当摕。你本来是一个乞丐，注定一世人散鬼。今嘛有一份头路予你做啊，会当过安定的日子，你就应该爱满足，爱感恩啊，莫受一挂歹主意。无好，搁作业，你的坐永远嘛行袂了。哇！我洗目睭，从来毋捌看过囡仔人讲话遐尔啊嚣掰。啊，奇怪。算我一摆啊，小龙对袂起来。阿兄，我看你应该是忝嘛，无我来算看卖。阿兄，真正见五娘呢？甲我算同款嘞。可毋是这阿勇啊？你顾店的时阵，脚手无清气，有影是哦，饲鸟鼠咬布袋。阿爷，先莫安尼想啦。阿勇伊人足故意的，应该是袂安尼做才对啊。咱搁观察看卖啦。当初是哦，我就是看伊故意，我毋才给伊机会。想袂到讲哦，看到钱，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。好，这是你要滴的麻油，七仙钱。好，好来，请要你。好，多谢，顺行啦哈。阿勇啊，阿杜家你甲人提收我提钱。头家，七仙钱啊。那安尼，你肯我提伫内底？七仙啊？敢唔呀？头家，你怀疑我？阿兄，我确实是有看到阿勇把钱藏入面啊，我的确是有查到头早礼拜，你的手唔才会对袂起来。阿兄，你就莫阁冤枉人啊啦。好啦，从今以后，这店的门爱创好势，卡免哦。割掉贼头！你们这下都是你信任我的。信任是人甲人之间上基本的，阿爷是足善良的，只是较得意，你着莫放伫心上啦，好好做代志就好。我知影啦，你们这下都是你呢。叫我金鸡就好啊。金鸡。阿勇，阿勇，嗯，迄个黄金鸡真水吼，真水啊！啊，有我水无？哦，真热，因为我才近啊，哦。你这个水面嘞，啥物我离遐近啊？你唔贪袂记？咱来这是要赚钱，买花药，不是来让你欣赏迄个黄金鸡有偌水的呢。现在头家已经伫咧怀疑啊，即阵啊，咱先卖头家钱。啊，不过，安尼咱就无钱，通去买花药啊，啊，全部东西空就拍袂开啊，啊是要安怎？对呢，
是要安怎？啊，有啊，来去找阮阿兄参详一下。哎，这对兄妹啊，美戏两公，红姑艳头，敢真正想会到好办法？钱少啊，一定有人去投啦。啊无，因为直接讲是翁头提钱的。有道理呢，要唔过，哎呀，你不是讲有一个囡仔生真嚣掰？我咧想，一定是伊。对啦，若是够好看到伊，我绝对看一届，拍一届。阿勇啊，你哪唔讲话啦？咱同学家当偷摕几仙钱，即摆都袂晓摕，拢是当时当买炸药啦。哦，阿勇啊，你丢搞哦，黑粉遮尔大声，带去总不动。即摆虽然我同双金无炸药，门拍袂几紧呢。紧的啦，紧的啦。好了好了。哎，恁看，这石头这么大粒，甲规个崩坑哦，塌甲连一个坑拢无呢。若是无火哦，咱哪有可能入去啦？啊，你闪呐！懵啊，做你懵啊！哎，阿勇啊，你若是有材料，会当甲这个石头撒好开哦。我红姑的头哦，就倒落来，给你做椅仔坐啦。你讲的哦。嗯。我一定要给拍开。哎呀，阿勇伊，你有石头就去啊？是啦，伊是你去啊啦，阿勇你去啊啦。去啊，伊你去啊。我入来，你，伊哪无入来？洞口我去啊！啊，真正死啊！我袂当出去啊！美仪，阿姑，我伫内底，你去入来啊！美仪，这什么光啊？一定是宝藏的光。还保重哦，得看你来得。我发财啊！阿母，咱总算练成阴阳合一啦。第三家来，无神无人。我无，会当扛人做对。阿母，伊是啥？伊是蛇妖阿海啊，甲尤金凶同款，是你阿爸周杰死对头。想袂到伊投胎转世了，竟然变另外一个模样。你伫讲啥？我拢听拢无。我六十年来拢唔捌食过物件，起码巴肚蛇妖。你看起来滋味应该是袂歹哦。阿母，老爷性命。阿母，我安尼好看。好看。跟你阿爸就是同款缘投，因为阿爸伫咧我的身躯顶留下能力，今仔日以后，我就是新的周之王。只不过经过六十年，你哪会阁是囡仔的模样？你靠上来！
家己台写？无啦，书已经去啊。阿母，我有一个想法。嗯。肥侄子，身材真歹。段天，你霸占伊的身躯是要创啥？阿母，我占阿公的身体，借伊身份会当做两款代志，看来较趣味啊！若是有人要找俺麻烦，咱就合体就好。好啦，阿母袂怪你爱送啊，也毋过伫三角庄内。有自称青埔夫人的杨金香，你一定袂当后壁来，爱卡犀利的。哼，遐自称啥物青面青埔夫人、乌面妈祖，啊，则是红面国公。我周传天拢无藏在眼内，而且当年你毋是破伊的玉龙宝刀，敢是？奇怪。哪会这么久拢还袂出来？敢讲阿兄、阿勇，敢会一个人把所有的宝物拢夺吞去啊？爷啊，等一下伊出来时阵哦，来，知无？阿兄，咱要夺吞哦！当然啦、啊，咱找阿勇来，就是惊讲这个饭坑内底有太阳的机关，就是要利用伊未死的这个能力。来替咱试看嘛。不过，伊都胎未死啊，是变哪独吞？所以啊，胎伊爱有方法。啥物方法？倒头、倒脚、倒手，然后该四个人。我看伊安尼变哪活起来？就算讲伊活起来，迄个时阵咱嘛毋知影走去哪。为哪哦？英雄变到这安呢？哎呀，你妈呀！我嘛赶快，不过这是咱组团的怪病。不要紧，不管是啥物病，只要咱有钱啊，一定让医好的。医好。阿梅啊，青埔夫人，当兵献出红光，母胎出世，你去看卖。夫人，青丝是何方妖怪？母胎乃是丹金榜甲周之家所生。丹金榜。阿妹啊，你唔免惊怕，你的前世是丹梦妖，被丹金榜所害，所以你脑海内面的记忆拢是无好的。但是你要勇敢，把你今世应该做的代志做好。你是我的吉星，如记丹金榜。甲母胎保护百姓，才对。是夫人。鬼啊！你跑鬼啊！阿勇，阿勇。阿诺，内底有金财宝无？有啊，足侪，伫内面。姐姐，让我知啊，让我知啦！阿勇啊，你辛苦啊。阿勇，行啊，咱进来去。行。奇怪，什么都无啊！
对啊，根本是要懂得嘛。你是在找啥？你这个查某，金银财宝是不是给你客气？上好紧交出来，那无要怪我对你无客气。我搁在想讲是啥物人咧？原来是乌龟甲鱼啊，比鱼啊！六十年前你对我应嘴应舌，想袂到转世了后，你的嘴同我遐尔啊畅秋啊！你这个小查某，在咧讲啥物笑话？将金银财宝交出来！这是啥物件？可恶！我的死！等嘞！嗯？哪个去的呐？阿勇的呀！你哪会敢变一个人？我不是阿勇，对啊，边仔这位是我阿母。阿母，你不是阿勇？蓝天啊！你阁遐尼爱耍，妖怪！妖怪！阿母，我甲你讲哦，拄只这两个人伫咧外口搞暗杀。我甲你讲啦，因两个前世是你阿爸就一个好朋友啦，一个是乌龟，一个是鱼啊。拄啊好呢，乌龟就用叶顶补，鱼啊就用红烧。阿母，你看啥款？稍等一下，咱要对付杨金香，嘛有下骹手人，正是老因的命。人得讲，有将军，嘛有兵啊。嘛是啦，但是即卖这两个人看起来就像不一定感。死好！你我暂时留恁的命，恁敢愿意做我下骹手啦？我愿意，好，那安尼我就拍开恁的精神基地。灵觉中，五天珠乃是观音大师所赐的法宝，妄想想要摕落来，就犹如坐天大师紧箍咒同款，痛苦啦！大少夫人，大少夫人，好啊！我跟你讲，伊就是我看恁大兄周志世的囝，即马就是恁的小少爷。恁两个若是敢想空想胖，我就给恁两个魂飞魄散。不啦不啦，夫人少爷，我一定会足忠心的，跟随在恁的身躯边啦。是啦。阿母，无代志的话，咱呢我要出去耍啊。你来乖乖听话。你身躯顶的到底是啥物件？哦，这是财宝夫人挂伫阮身躯顶的天珠。假使阮若是有做伊无介意的代志，伊就会让阮足痛苦的。哼，啥物财宝夫人，啥物天珠，根本就是在骗囡仔。大少夫人，大少夫人，大少夫人，苏比西玛，哎呀。
这是乌龟仔甲鱼仔的天珠，因两个人即马已经再次历练魔道。观音大师四五五的天珠，修五妖是为五的保障。我到即马也无得完成，真正是愧对三者，还佫观音大师的期待。你看，这有好看无？足好看诶！闪闪闪！王府咧办案，闪！请问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听讲咱最近发现物件出事啊，咱大家紧来看物啊，我看咱物件。小平，应该买物件，紧去买买咧。我先去头前看卖一下。小姐，小姐。足够傻的呢！我好要伫只机缘，到即马拢也袂来。伊啊！无啊！你是走去底啊？哪会到即马才？哦！你是暴雷水狗啊？哪会偷车目镜啊？哦，什么老二水狗啊？我平安的，你搁伫遐讲五四三的话？你甲我都是伫咧做菜的呢，连这小可代志你拢做袂好，你甲人做啥物菜啦？你当做即马偷物件有遮尔简单哦？你看我物件都无偷着，有人拍到安尼呢？好啦好啦，啊有要紧无？你莫甲我卡，就听安尼。我真正是哦，好心去学雷震呢，佮袂生牵拖厝边，家己脚手慢顿哦，佮怪别人啦。无喏，哦，你是有偌厉害啊？哈，啊，讲到家己敢那足得够的，无你偷着啥？我看啊。我偷着啥？我偷着，哈，你看，这个胖公公，个公公胖的鸡腿，就是我的本事。哼，我当作是啥物了不起的物件嘞？那一个鸡腿尔，哼，笑死人啊！哇，这好食，有够香的啦！分我一嘴啦！我真无爱咧，你不是讲干那一个鸡腿尔，无啥？那安尼，你家己去偷啊，抢我也要创啊！哎呦，好啦！是我唔对啦，我是恁阿兄呢，恁阿林星看我安尼摇不倒。我当然嘛是林星嘛，恁是真敖，不是真矮。哼，哪有人笑话安尼啊？我平常时对你嘛袂歹吧，有好食我拢互你食呢。好啦，莫讲哦，我这个小妹对你无好啦。哇，足好食的呢！好食吼！想袂到世界上有这么好食的物件。你即摆去倒对我好哈？大大，敢若有人讲话呢？无人啦，走，动诶！你也无熟悉啊！你甲阮叫，是要创啊？恁两个人好好啊，人袂做，是安怎要偷摕别人的物件？你莫胡白讲话哦！阮哪有偷摕别人物件？这个鸡腿哦，是我买的啦。对啦，阮买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
无疑。你讲啥？我听无啦。阿兄，那个都在笑的啦。行，行，慢走。你要创啥啦？你给我放开！给我放开！阿兄。我跟你也无熟识啊，你啥物甲我拍？恁看好清楚，我是谁？大林，大林，大林，救命，救命啦！大林，救命！我刚才偷摕鸡腿尔，无需要上官府啦吼。偷摕鸡腿？你敢是敢若偷摕一只鸡腿？大林。确实都是伫咧做菜，啊，不过阮真正枵久六天啊，拢无食饭，我嘛是不得已的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帮阮走啦。是啦。既然你知影家己做菜唔对，是安怎？我要好好找一个头路，靠家己的双手赚钱的。大人啊，阮两个哦，啥物拢袂晓，是要安怎去找工课啦？天下无难事。只惊有心人，只要恁有心，无啥物代志做袂到的。我嘛毋是无想过要找工课，啊，毋过若是要靠头壳的，我甲阮阿兄两个拢无读册，我嘛袂晓啊。啊，若是要做粗重的，我只是一个查某囡仔，啊，阮阿兄阁遐尔啊瘦，根本就做袂来嘛。你阿哥遐尔啊少年，应该爱好好做人，学一个尊重。才会当闯出一片天。讲得简单，做起来哦真困难啦。阮两个哦就是足衰的，换山刷倒，换猪料死猪母，父母早死，无人通我靠，才会做贼偌偌数啊。你即摆做贼啦，官府四界拢咧抓你。你若是去互抓起来，你以后就去了了啊，安尼敢有价值？阮。讲的哦，我拢知影啦。这你放心，这届哦你放阮走，我绝对会收脚洗手，唔敢再做菜啦。是啦，放恁走。我若是放恁走，我唔着辜负百姓对我的信任甲托付。大林啊，拜托一个啦，拜托放阮来走，以后唔敢唔敢偷摕别人物件啦。唔敢啦。好啦，恁起来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我看恁还阁少年，我着阁予恁一届机会。也毋过，恁爱讲会到，做会到。大人啊，这你放心啦，我后摆哦，毋敢阁做贼啦，一定讲会到，做会到。是啦，阮哩讲会到，做会到啦。即马本地寡妇四界拢咧掠恁，恁爱赶紧离开这个所在。无问题啦，阮一定吼有偌远，就走偌远啦。是啦。好。趁我还没反悔之前，您赶紧离开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爷，咱紧来走啦。红姑美喜，本座会当帮助您的，就到这。未来就靠您家己的造化。希望您保持善良的心，以后随我保佑百姓。就发现因偷的物件，因嫌无影嘞，就走。我原本要甲伊送官府，啊，不过我拍袂过两个人，伊就走去。这位是，伊是我阿母。想袂到你这个起家，阁有这么少年，阁这么水阿母啊！哎，查某，你等下跟我回去做证。好啊，大林。啊，物件我搁检查一摆，你是出去等我。是。
这个人一定跟杨金香有关系，先给他除掉，卡本地后里啊麻烦。阿婆，以前头家小妹，原来是普通人尔。好啦，我先给他试看卖。原来你就是王大善人的小妹王金姬小姐。嗯，来，我要跟你说多谢啦，因为你我阿勇才有工课通好做，才免继续在外口流浪做乞食。请问你是？我是阿勇的阿母啦，阮失散多年，最近才阁相认。阿母你好。唔知为虾米，看到你有一种足亲切的感觉，一定是咱有缘啦。你是阮阿勇的温亲人。阿母，你莫客气啦。阿母，你有想要趣味一下吗？你想要比什么把戏？有魂无体，有体无魂。是老婆嫂，英雄救美，果然是爸仔囝，手段拢一模一样。是我错的，我做了什么？果然是厉害。所有的人拢死在你的手头。我是要安怎？我是要安怎？要安怎？去死啊！我若是你，等去官府交差，马上有人斩头。你若是惊死，就趁即马紧走。就紧走。秋子。六十年前，我若是玩你的功夫，你就袂拍输杨金香。好啦，无人啊，赶紧帮我落来。我现在该放啦。若是去用看到，会去用讲闲话。杨阿伟，是安怎会讲杨阿伟？各位师长兼外头的好朋友，这是拄好阮一百集的播出，真正阮用心做，也希望恁用心甲阮观看。啊，阮这出真正足认真的咧，你看阮的大人哦，应该是有够好的啊。啊，勇啊啦，金平啦，啊，我上娱乐的是阮恁两个小屁孩，嚯，一个敢那迄个乌巴桑咧，都会甲你羞尬。佮敢那咧，甲你诶说道咧，这个阿妹啊，啊，佮一个足古锥的，啊，明明就是演歹人，可是伊就是遐可爱啊吼。啊，这个古锥的囡仔讲要离开的时阵，就哭甲要死。啊，竟然叫你过来，你佮讲无爱，啊是安尼啦，囡仔吼，爸阿母啊总是讲希望伊找读较好的，没关系哦。诶，美珠姐哦，等你有闲再过来，是的，跟我贴的好朋友。这就是我的一百集，我有讲一百集，阿祖要送你，实在不是我要送你啦，我要送你，你煞要搞我气，所以我是讲我有礼物要送给你，这个礼物是阿祖的私房礼物，真的很好呢，我从28岁用到现在，是什么呢？我们等电视台的公布，真的很棒。那么节目最后，我嘛要大家感谢哈。咱的这个玄龙宫，玄龙宫其实对我们够好的，像拄只吼，这个
一现讲伊要娶我，搁伫个阮外口要办30桌，哦，啊，请足侪，迄落鸡排啦，请足侪饮料，真的足感谢。不只是伊对阮好，伊提供给阮的故事嘛，足赞。一贤杨师姐，真的很感谢你，还要感谢的这个人是咱的吼副楼主单进龙啦，郑振龙啦，啊，这个人吼可能大概那咧拍这个台湾传奇，伊拢出钱出来，真正非常的感谢。始终跟我贴的好朋友，这是我100集做了上精致的，唔通袂记哩。我呢下个礼拜，我用心在咧等你哦，别忘记下个礼拜再会了。